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老唐，准备开播了。本来是中午开播的，后面中午没有时间，就没得开，后面就改签了，改到八点钟开播。等下子八点钟要开播了。这个是番薯，蒸好的这个。今天那个官方叫我们播那个号，它是一个助农的嘛，助农的一个号，它也是属于就是我们认可我们的，所以就把他们的一个号给我们。那个是差不多1000万粉丝吧，我也没播过这么多粉丝的，我也没试过，我怕等下会紧张。小九今天没有空，没来。这个番薯是我烤的，因为这个是坏了，我们自己留来吃的。这个烤好了，凉了。如果热的话，它还冒着那个油出来的。现在有点干了，坏了自己吃。还没吃晚饭呢，因为下面阿姨他们在打包，太吵了。打包完了吗？完了，完了。这番薯，就准备吃这个就当晚饭了。下午等一下我要开播了。开播了，今天上架这个甘蔗，因为很多老铁问有什么时候有甘蔗嘛，今晚我就连甘蔗一起上了。哦，凉快了，应该可以发甘蔗了啊、哦！就这个，坏坏的，我全部蒸坏了来吃的，那好的哪里舍得吃？你真的好的嘛，坏了怎么吃？一样啊，就那个位置不坏而已嘛。我说的，我俩就是给坏了给我吃，我吃先的，真是。坏的也蛮好吃的啊，它不是坏，它是挖。哦，挖坏的，挖伤到了。主要不是杀虫就行。哎、还蛮肥的哦，这个。半天就困起来了。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开播？可以啊，我发现这个烤的比那个炸的好像好吃，甜一点一样。你有这感觉没有？烤过它，水分走了嘛。做最好的。这个橘子你试过没有？橘子怎么样？这个橘子，这个也好吃啊！现在生出的品种就是早一点就这种啊，它叫什么？东方红哦，东方红，有点像沙糖橘，但是它比沙糖橘要硬，但是闻起来那个味道有点像黄地柑，它是橘子味道的。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橘类的上市的，是吧？比沙糖橘要早嘛。就是有个金秋山区蛮爽的，那是贵的，那个好像金秋那个贵的哦。他们说有个香港说的，他说18到8斤，太贵了那就好。是啊，那哪里吃得起？那怎么看到你可以呢？小九呢？他不舒服，还住院呢。住院？我要不是今晚。约了直播吧，我都不开播了。住院就去陪什么，不要开嘛。这边约好了。我约好了开播。是啊。那么官方叫播，那你不播的话，到时候不好了，是不是？说的也是啊。我播了10点钟，我就下播了，去看他了。看嘛。我觉得这个橘子还可以啊，现在。刚刚上市，是吧？一开始我真的以为这个是沙糖橘呢。沙糖橘哪有那么大？沙糖橘它是，这还蛮脆的哦。沙糖橘它是脱壳的，煮这么大的话它会空鼓的。这种它不会空鼓的，硬的。这个又还有点脆哦。是啊，它也叫做什么脆皮橘呀、啊？脆皮橘啊。是啊。吃完这个我就要开播了哦。那你开播我走了。你不跟我开播啊？我跟你开播啊。开播也可以啊。反正我最喜欢开播了。开播因为有这种东西吃嘛。也不要吃饭了。吃几个红薯。那刚好开播了。洗澡间。